没有关系，身为一个网络自媒体，打枪很正常。B N W 啊，你会选 B N W？ 对啊，那边上已经两行都改龙后了。宾士吧，哦，宾士为什么？宾士，宾士，宾士哦，异口同声呢。下课了，当当当当当，哦，没有。Hello， 汤姆先来喽。我们现在的所在的位置是台中的，这个衣服没有拉好，清水休息站。不是来上厕所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专辑的企划。我们今天要来实际的啊，访问路人，在台湾人的心目中，到底是 B N W 还是宾士，深受现在台湾人的喜欢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帮我们订阅，帮我们开启小铃铛，帮我们按个赞。那自由发挥的粉丝团 I G， 还有我们的个人版，记得都帮我们追踪起来哦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来去做实测喽，我们等等见。Hello， 你好。哎，我是 YouTuber， 我们在拍一个汽车的节目啦。是。那愿意让我们访问一下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今天老板他年终奖金，哎，他要送你一台双 B 的车子，还是 B N W 或者是宾士？嗯。那你会选哪一个品牌 ？B N W 啊。你会选 B N W？ 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那个品牌、啊。你喜欢那个品牌？对啊。啊，宾士呢？在考虑啊。在考虑。好，那你生前的这两台？还是。一台 B N W， 一台宾士，两台都是现在在市场上卖的非常火红的一个车型，是车款。哎，那如果现场这两台，你会选哪一台？我那台啊，那台啊。你还是 X6 就对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知道这台是什么车型号吗？不知道嘞。不知道呀，这台是 G L E 的。哦。不配。哎。这是两个车型的竞品，主要就是要做这样的访问呐。是。B N W 跟宾士，当然起码它大一些品牌的那啦。好，是。我是汤姆贤。哦，汤姆贤。这是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叫自由发挥。好，是。谢谢，也。可以订阅看一下 ，OK， 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来访问一下，大哥大哥你好，好，你好，我们是 YouTuber 的一个汽车频道啦，你愿意接受我们一两分钟的访问吗？镜头在这里，你看你啦，哎，我们这是在做那个专辑企划啦，起码恭喜有无，就是年终奖金，就是要送你面露跟 B N W 这个品牌的，啊你也说面露，啊是较爱面露，嘿是，啊 B N W 敢无好嘛，足帅的嘛，足水的啊。拢袂歹啊，若要送其实两项拢会使，两台拢好啦，两台拢来啦。但是今日再选一台，你会选面路。嘿，对。安尼啊，我搁一个问题，来，你我叫我开车来。哦。啊，这两台放伫你头前，你会选哪一台？哦，若要以型来讲吼，我是较介意一个。哎呀，对。啊，型你较介意一个型。嘿，对。B N W 的外形即个做了足水了。嘿，这台嘿做得不错。真拍。对。这个流线。嘿。线条跟我喜欢这种线条，哎，对，但是伊嘛是流线的啊，但是迄个那个感觉，哦，感觉这个看起来就比较，是，好啦，刚下啦，刚下，宾士跟 B N W 这两个双雄，走到现在110年了，2021年，到底台湾人心目中，他喜欢哪一个品牌多一点？哈喽，不好意思，你好。我是 YouTuber， 我们在拍汽车频道，我是汤姆贤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耽误你一两分钟吗？镜头在这边，我们在做一个路人直击的一个企划啦。就是说，如果今天公司他的年终奖金，他要送你一台宾士或者是 B N W， 那你会选哪一个品牌？宾士吧。哦，宾士为什么？比较沉稳一点的感觉。比较沉稳，你比较喜欢沉稳的车子，对不对？對我们现场有开一台 B N W 跟宾士的车。我带你去看一下好不好？车型，来来来，我们今天特别把它开来。这你知道什么品？这个什么等级？X6 嘛，啊这个。巨额一嘛。巨额一啊，都酷配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两台在你眼前，那你会选哪一台？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个。你比较喜欢X6？说好的沉稳呢？为什么X6？X6我觉得比较运动比较好看。这型真的漂亮。对啊。那巨额一，像刚才太老成了。这一款的话，我比较喜欢这一个。但如果是房车的话，可能比较喜欢还是宾士啊，就对了。OK 啦，好啦，谢谢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观众朋友说怎么称呼你？哎，我姓谢，谢先生呐。那从事什么行业的？从事律师。律师。哎呦，那我今天这样子没问题啦哦。没问题啦。你笑什么笑啦？你是在哪里开业？松江路，台北，叫玉成法律事务所。玉成法律事务所，哪一个玉？玉是御驾亲征的玉。御驾，你会打吗？丞相的丞，那我们有免费法律咨询哦，好，所以我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，好，谢谢，好 ，OK， 谢谢你，好，耽误了几分钟，不，好 ，OK， 好。
哎，第三个了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应该可以收工了吧？不行啊。啊，不行。结果还碰到人家在我们频道打广告。也不错啦，也不错。啊，律师啊，没关系。律师，律师，律师，不错。我们咨询他，可是那阿北在等我们。真的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真的。好，他等你访问他。真的呀，那我要过来啊。他用眼神看我就对了。帅气的大哥你好，可以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？我是 YouTuber 的这个汽车频道的。我很忙。好，王健，王健，你过来你就熟悉啊。啊，愿意让我们访问个几分钟吗？没。好好好，刚下刚下啊，很酷 ，man。你个大枪啊！没有关系，身为一个。网络自媒体打枪很正常。Hello，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 YouTuber 在拍汽车频道的，可以访问你一两分钟吗？哦，好，我们是这次在做一个路人的职级啦。如果今天公司他要送你一台宾士或者是 BMW， 你会选择哪一个牌子？不论车型的，都要送你的 BMW 吧？你会选择 BMW？ 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就单纯喜欢，单纯就喜欢 BMW。是不是觉得现在 BMW 车型比较漂亮？也是啦嘿嘿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又开了，我们今天把一台 BMW 跟一台宾士牌开了，这两台的大型的这个豪华休旅车，BMW 跟宾士这两款，你会选哪一台？我会选左边那一台。单机的，哎，真的呢，这外形看到是不是通常都会喜欢？对，而且你会觉得它现在新的 BMW 算漂亮吗？这真的没有人付我钱，没有业配，没有，我单纯就是我也想要知道一下。哦，谢谢你啦，谢谢。我们的频道叫做自由发挥，自由发挥。对对对，我是汤姆贤。好，对，自由发挥你可以搜寻一下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四个了，好，可以下班了吧？不行啊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重点？不管现场他啊主观认为，是要送他啊，宾士也好啊都好啦，可是好像 BMW 也多一点。对，真的。可是看到现场的叉六。跟 GLE Coupe 好像都一面倒呢，对，真的有感觉吗？有。要不然你觉得，如果 X6 跟 GLE， X6， 你也选 X6？ 对，外形啊，我也选 X6。但是但是我跟你讲，真的 BMW 有付我钱，真的，这个没有业配的，没有业配，这是凭良心说，这是外形，这一次感觉真的好像比较成功一点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。拍 YouTuber 的这个汽车频道啦，我叫汤姆贤，愿意让我们做个直击的访问吗？问什么？老板今天要送你一台车，只有两个品牌 ，BMW 跟宾士，你会选哪一个品牌 ？BMW。你会选 BMW？ 那、啊、你呢？宾士吧。哎呦，为什么选 BMW？ 看起来比较年轻吧。比较年轻，你看年轻帅气型。哎，对，小时候出生就是坐宾士，所以比较习惯。我们今天要开两台车来，我们到现场看一下，都前面而已。真的，来，我们来特地开两台车来。好，来，再来一次，现场我们就这两台休旅车，你会选哪一台？一样啊，一样的哈，我也一样。对。你知道吗？刚刚我们已经直击了五六个了，很多人看到换车。现在我问你说，如果只有两个品牌，你就选了？大部分的人都选宾士多。看到现在的这个车子 ，BMW 多，真的。第一个就是让知道，当然，起码对于品牌，就是你那的，就是宾士，深得你心。对。我想知道现在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怎么样？哎，直击，我们做汽车频道，我们的频道叫自由发挥。我是汤姆贤呐，你们也可以去追踪订阅我们。谢谢。拍谁啦？拍谁？谢谢。开心吗？哎，为什么一面倒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你有没有收钱？没有，我没收钱。杜家你有收钱？开奥迪的啊？没有，不认识啊。开四个 Coco 的啊？没收钱哦，你没敢收钱哦。我没收。你也敢收钱啊？吼，我卡过来冻掉哦。哎呦，Hello， 不好意思，我们是 YouTuber 在拍那个汽车频道，你们愿意接受我一分钟的访问吗？那如果今天老板他要送你一台车，宾士跟 BMW， 你会选哪个？BMW。BMW 啊？为什么？总觉得 BMW 的车型我比较喜欢，对，那你会选什么车子？一样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我身后有开两台，现在市面上卖得很好的双 B 的休旅车。你看你现在看到眼前，你现在看到这两个车型，你会选哪一个？还是 BMW？ 还是 BMW 啊？谢谢。谢谢。我们的频道叫自由发挥，你看我放那个车型排放在上面，你们可以去追踪搜寻我们，帮我们订阅，谢谢，几个了？
下课了，等等等等等，啊没有，哇，这观众太那个了，等等等等，干嘛？你刚刚有拍吗？有啊有啊，干那个不能进的。啊，我们来问一下这个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你好，我们是在拍 YouTube 的汽车频道，你愿意让我们访问个一分钟吗？一分钟。如果说今天让你选两个品牌而已，宾士跟 BMW， 你们会选哪一个品牌？宾士。宾士。哦，异口同声哎，为什么？可能它的故障率会比较低一些。妥善率啊。对，妥善率。妥善率比较高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今天我把它开来两台品牌，我们看一下这里。你看，我们把车型排放都把它架上去，那是我们频道的名字，叫自由发挥。好，那你现在看到这两个车型放在你眼前，你们会选哪一台？还是会选宾士？还是会选宾士？对对对。好啦，谢谢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我们刚刚已经实测结束了，刚刚观众朋友们有注意到，在还没有看到身后这两台车之前的路人，绝大选什么？选宾士好像比较多哈。但是如果我真的看到X6 跟 GLE 好像又X6又比较多了，有没有？好啦，有趣啦，我们只是想说做这样子的专辑企划，看看哦、喔、这个路人直击选择宾士的多还是 BMW 多，这样子而已啦，好不好？那期待我们下次影片哦、喔、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还是我们问一下小贵宾。嗨，小贵宾，你吃饱了吗？太近了，小小客兵吃饱了吗？汽车频道的 YouTuber 的啦，你愿意接受我们一两分钟的访问吗？好好好 ，OK， 不好意思啊，拜拜拜拜。赶时间，知道吗？那、啊、我也赶时间啊。你赶什么时间？我只要回家睡觉哦，所以没睡好啊。是我，哦哟。最近很多粉丝问我说：“汤姆姐，你是没有钱？真的没有钱呢、啊？真的没赚钱呢、啊？”真的没赚钱呢、啊，希望各位老板多多支持我，有业配可以找我。然后把我们的广告都看完。对，最近都没，哎、欸，这个也没业配、欸。对啊。应该叫别人要不要赞助一下？真的。我们没有作假。对。没有塞过，真的完全车子放好，车牌框锁上。对。直接直击，我就头脑心中有东西，就想说我也想了解一下。真的。